王小江炒米粉，炒米粉中的天花板。好烫啊，凉一下吧，太烫。吸满汤汁，王小江炒米粉，给大家多送两包酱，两包米粉，到时候是六包酱，六包米粉。袋子上面都有做法了，加点自己喜欢吃的配菜。王小江炒米粉是炒米粉中的天花板。好香啊。